大家好，我是小雕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款射击手游《咒风之坚冰少女》。签到，首先看一下副本，打一下精英关卡，战斗准备完毕，开始进入战场。总共有三种武器，一种是散弹枪，勤攻的，还有是近战的，还有一个是一个电影一样的，这个电影一样，这个是远程的，远程的。我们一般对付多个敌人的话，就是用散弹枪；如果没子弹的话，就用捡地上的这个子弹；没血就捡地上的那个医药包。这个是散弹枪。前辈，我也能做到。还有这个尖兵，我们造出来看一下。尖兵，万米机械修复中，万米机械修复中。有单体的，是吧？连续击杀已经达成。这个是它的战斗模式。我们再看一下尖兵作战的，一般这个第五关、第十关是这个尖兵作战。看一下这个第十关，除了我们刚才使用的那个散弹枪、步枪，步枪是单体的嘛？这个是尖兵，尖兵的话有三个技能，看一下第一个技能。第二个技能，还有第三个技能，普通攻击。这个是没有医疗包，也没有这个子弹的，它因为是技能嘛。其中第一个技能它是可以移动的，另外两个技能移动不了。这边应该是 BOSS 来了。周周荣，周周荣，小白，既然是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这就是那个专门的尖兵关卡。漂亮，肌肉酱，没想到你的狙击枪用的这么准。